非常开心，大家今天晚上齐聚一堂，一起来为我们的小朋友鼓励与支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办了这样一场的才艺发表会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多元的展现。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，各行各业他都可以成功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的兴趣，发挥他的长才，然后呢，展现他最好的一面。那希望呢，我们的家长呢，能够给我们鼓励。那在这个岁末年初的当中，也要在这边祝福各位家长圣诞快乐，新的一年事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